年度丧尸大游行又来了，几百个丧尸星期天占领了智利圣地亚哥街头，又吓人又有气。血淋淋的丧尸占领了大街小巷，乍看之下有点毛骨悚然。游行列队当中呢，还有一辆播放着惊悚配乐的恐怖卡车，让现场气氛更加的诡异。有民众配合恐怖的主题，带上了精心打扮的宠物狗参与活动，一些民众也搭配的道具打扮成了各式各样的鬼怪或美国奇幻黑色戏剧的角色阴间大法师。丧尸游行20多年前呢，就从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开始盛行，然后就扩散到世界各地的主要城市，从美洲到亚洲都在惊声尖叫。